加护病房内正在装设隔板，作为收治重症患者使用。在这个疫情紧绷且时间紧急的时刻，慈济志工接到电话，二话不说前来协助。这么有意义的事情，大家都很配合，而且厂商都马上去调度那些材料，这是我们本分事啊，责无旁贷啊，这是尽力而为。在身边帮忙的就是林清华的女儿，她的手因为施工时不小心受伤，包扎好伤口又回到现场协助。就这样，其实她好了蛮快的。我知道后面还有很多的病患在等这些病床，对，我们只是付出一点点力量，能这样帮忙大家，也是在帮忙我们自己，因为我希望就是疫情能够控制下来。不到一天的时间，协调厂商出货，工作团队假日赶工，四天时间完成六间病房收治患者。我都很不忍心啊。但他说：“院长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保证，在我答应你的时间呢，这个如期如职的交给你。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，就是因为你们才能够抢救生命。抢救生命除了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，背后也需要许多默默付出的英雄作为后盾，大家同心协力对抗这场战役。”大爱新闻台北新店综合报道。